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钟表的 Sam。 今天很高兴同大家介绍这只 Rolex 50519型号。这只表呢，表壳和表扣是采用 18CT 白色黄金制成，机身是采用劳力士3165机芯，经过天文台的认证，保证每日的时差在2秒之内。另外动力储存有48小时，它除了一般的时分秒，它还有一个顺跳的日历窗。旁边的把的亦有劳力士经典 logo 的旋入式设计，放射纹的表面，双外圈设计，再加这个磨光修饰，是 Silly Day 的经典设计。手表皮带呢，就采用了鱼鳞纹的鳄鱼皮带，再配及 18CT 白色黄金的经典表扣。 Silly Day 将简约和典雅的法则重新演绎给大家看到，是不是看完都想即刻预约试戴一下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随时同我们名人钟表联络。多谢大家的收看。Thank you.